咱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乡亲时代，一边一国台湾的国家主人，大家平安，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咱一边一国爱台湾，咱这是全国拢会当收听，希望来讲出台湾人心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陈志忠，志忠同款对每礼拜一到拜六。每一天空中一点钟的时间为大家来做服务，咱做回空中对言，做回来开讲，关心咱的土地，关心咱的人民，关心咱的国家，咱的母亲台湾。那对拜一到拜六，每一天的这个中昼时啊，十二点到一点，也就是现主持地中的主播这个时段。在咱的分林嘉义、台南、分嘉南地区，佮加上中部地区的彰化，吼、哦、分嘉南加上彰化，拢会当加收听咱的指南广播电台、指南广播电台是 FM 的106.5 FM 的台106.5 106.5，分林嘉义、台南、彰化的好朋友，吼、哦，多多加利用哦。啊，若讲这个时间，中昼是十二点到一点这旁，是伫咱的大台北地区，收听的范围包括台北市，佮加上新北市、台北新北吼、哦，啊，这个拢加听咱的中华台，中华台是这个 AM 的台啦，就类是一控二六，中华电台 AM 的一控二六。拄啊，中昼时啊，咱一边咧用餐、食中昼，等咧休困、休中昼的时阵。乡亲是大大台北地区吼，即个乡亲朋友，那无去也毋通伫中做伙伫空中交流开讲。下晡时啊，黄昏的时阵是五点到六点，伫咱的南部地区、南台湾、高雄地区、屏东地区，高雄听甲屏东，屏东听甲高雄，拢甲听咱的主人广播电台 FM 的台哦，一个96.9。主人广播电台 FM 96.9，接讲有台湾意识的本土台，台湾的主人、国家的主人，拢甲听主人电台。哦，下晡时啊，黄昏五点到六点，要得甲拄啊下班一边咧行车吼，啊，垃圾有收音机甲拍开，人地中咧空中吼、哦，咱做伙对谈。啊，这个暗时暗头啊，七点到八点是伫台南地区，地中我的故乡，听咱的詹文客。咱们去电台，这老牌子的民主台面给介绍，台南的乡亲是大拢做熟悉，我那爱听伊的节目。同款是 FM 的台89.9，咱们去电台 FM 的台89.989.9。咱台南的乡亲是大吼，安那暗顿食煞，你着即个吼七点到八点来甲听一边一个爱台湾，八点煞落去甲看八点档看戏出的吼，我那介熟悉。咱每一工是拍拼咧放松，吼、哦，无眠无日的就对。对早时到中昼，下晡到暗时，那个加上用手机啊，迄种 A P P 下载咧收听，一边一个连播放，一工是四点钟无休困的，吼、哦，是四点钟伊就是每点钟吼、哦、来一个循环播放，吼、哦，无休困的。为什么爱拍拼？理由也真简单，地中甲大家报告。因为咱必须要甲台湾主流民意的心声，台湾主体路线，和咱的拍拼甲坚持，爱讲予不止台湾2350万人民了解，嘛要讲予全世界听，和国际社会拢会当作清楚，台湾人要来当家做主，咱的决心甲意志，咱要加入联合国，咱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咱要成做一个正常化、主权独立的国家，和这是台湾人的理想。台湾人的坚持，台湾人的意志，咱的政治啊制度，咱的生活方式，哦，这绝对咱的坚持掉的。不比像中国，哦，即卖习近平啊改变皇帝制啊，吼、哦，伊早讲是国家主席做十当啦，即卖安尼改讲修改宪法，100%拢通过，吼、哦，改而做啊，迄、那个任期限制去掉，啊，顶落终身的呀嘛，意思是讲习近平就是做到死为止啊啦。啊，这不是解放帝制无啥物，台湾的档案呢嘛？尤其是大咱是民主国家吼，所以咱只有咱的坚持力呀。所以感谢咱的乡亲好朋友，大家来收听咱的节目。
对着对中国人来甲我牵家指导，对着一边一个爱台湾来甲我破白小天，吼、哦、温暖的小天。啊，咱来共同来拍拼，陪伴你的生活，互你有快乐的心情，希望的人生。咱做伙来拍拼一个，咱台湾共同有尊严、有幸福、有恩望，吼、哦，这是咱的未来。来，今仔是新历是2018年3月15日，啊，礼拜四的时间。那古六是刚刚1月28日，啊，到今仔为止，咱大家所关心陈总统、阿扁总统，吼、哦，虽然讲咧司法改革，但是改革是一事无成啦，吼、哦，改革是不得不切。你答对最近这个法官讲性骚扰者，啊，这既然是吼、哦，这法官你讲话离谱，我话离谱啦。咱地中的三立我哪有讲，吼、哦，等一下我再大放出来大家听。足足是阿扁总统的冤案3410天。3400天超过，佮加上10天，所以伫即个冤枉也袂洗清，功德也袂平反，真相嘛也袂大变，还佮加油宣传，吼，咱着无放弃的理由，嘛袂当来放松，吼，咱一定爱继续来坚持掉的，吼，不信公义还不回，吼，不信公义还不回，3410天，来，咱互相加油，互相鼓励，平反之路顶悬，吼，只要咱向前行，我相信，吼。啊，加入的人会愈来愈多，认同的人会愈来愈多，咱的队伍会愈来愈成长，吼、哦，生根团结。来，这个咱这个主题歌先来加演奏，吼、哦，一边一个进行曲。音乐来结束，咱就等下现场，吼、哦，咱这个真侪在重要详细的消息，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啊，咱可以呢就算赶快，吼、哦，是这个12:30到1:00之间，吼、哦，来开放，12:30到1:00，可以呢电话0776180178，0776180178，吼，多谢听众朋友，来，咱这个唔通转台哦，啉一嘴茶，马上登来现场。台湾共度一边一国，台湾共度一边一国，台湾共度一边一国。谢咱空中的好朋友吼，啊，伫中而且先甲大家做一个报告，有关着即次吼，咱高雄市议员吼，即、這个党内初选，啊，伫中我是登记参选，是伫咱坚定区小港区，坚定小港吼，小港坚定吼，这是伫中我的选区，啊，昨日中东部中执会啊正式来抽签吼，来决定讲咱六都要来做民调的迄个顺序啦。吼、哦，啊，高雄是签到第一签吼、哦，啊，这是签王啦。这回是第一礼拜就要进行，所以今仔是3月15日礼拜四嘛。高雄市的民调哦，吼、哦，黄金时段吼，你再甲大家宣布吼、哦，啊，拜托大家我那来甲注意一下吼、哦，咱哩后礼拜就要调民调啊，吼、哦，最终的这个
啊，咱这个议员高雄市议员的初选，吼、哦，后礼拜就要做民调哦。三月十九日到三月二十三，拜一到拜五，后礼拜的拜一到拜五，吼、哦，就要来做这个民调。当然，真正小港会抽到对一天，即卖也唔知。拜一到拜五拢有可能，上紧拜一，无得到拜二三、拜四五啊，拢有可能吼，即卖也唔知。落来当天的早时，才知影讲啊，应该要做民调，应该要做民调安尼。啊，所以这个初选的规定吼，我那有一寡限制啦。亲像讲这个广播吼，啊，这个空中的广告等等。你这个你若十九要开始调，十六日就爱来做停止，吼、哦，这个几工前吼，三月十六中午就问啊再开始，就爱停止。所以用真是大地中里只，我那要甲大家回一个实例吼。那、哦、这个未来几工吼、哦、啊，空中无听到地中的声音，讲就爱找代班主持人呐、啊。啊，所以讲讲竞选团队的嘛未使呢。你像阿瑶这个拜到搞我代班，啊，因为阿瑶是这个。竞选团队成员讲啊，那袂使代班啦，哦啊，所以就必须该拜托吼、哦、其他的朋友来代替主持，哦，一边一个月节目照行啦，但是无阿多听到地中的声，嘛无阿多听到这个陈瑶吼阿瑶的声音，这点请咱全国听众多多来包涵吼、哦，较实际的所在，哦，这个无阿多因为初选的民调伊这都一挂规定啦吼，小广告嘛就调呢。哦，像咱这个呐，啊，广播吼，内、哦、底有迄、那个啊，这种的候选人的吼、哦，拜票等等，这种爱丢掉啦。但是办演讲场会使，吼、哦，办地饼会嘛会使，啊，这种的车队扫街拜票啦，吼、哦，啊是暗号拜票吼、哦，啊是讲厝内卡语音的，这讲会使啦。哦，所以这个规定各有分不同。哦，头先讲的这会使。哦，但是讲空中要主持讲未使，还是禁止，我都这嘛爱遵守。啊，这个合理不合理，这几回事吼、哦。啊，所以未来几天用真时段啊，可能我都听到地中空中来开声，哦，还、啊、有可能那后礼拜要做民调。啊，到底是拜一，还是拜二，啊拜三，还是拜四，还是拜五？时到当天再时那确定了，哦，有哪咱会透过各种方式，比如讲你有参加咱听友会。哦，咱就简讯，赶紧甲你通知。有参加地中服务处吼、哦，咱这拢有啊，来甲你发拜年啦，就讲一个活动的消息吼、哦。普通时爱收到简讯的，麻烦你当天注意一下，吼、哦，地中的第一时间甲你做一个报告。吼、哦，是讲透过咱代班主持人吼、哦，啊，袂当特定宣传，吼、哦，但是会当讲一个熟悉的当讲嘛，吼、哦，讲啊，你抽到吼，啊，暗时的前提小干股要做民调啊。啊，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知影讲要哪讲啦，吼、哦。啊，这个问两届，吼、哦，问你支持对一个议员候选人问两届，啊，拜托大家两届拢爱甲讲，唯一支持陈志忠，吼、哦，就是要支持陈志忠。伊第一届甲你问讲啊要支持啥，你甲讲陈志忠，哦，这大家知影。第二条佫甲你问讲啊，陈志忠以外佫要支持啥？吼、哦，陈志忠以外要支持啥？有哪就讲陈志忠哦，唔通讲去别人候选人的名吼。哦安尼分数就减一半去啦。好、哦，陈志忠以外，你就有哪讲？我就是要支持陈志忠哦，支持陈志忠安尼。这两条的分数拢爱甲扣起来吼、哦，这个是介关键、介重要。输赢了在后礼拜啊，用真是大。吼、哦，咱这关吼、哦，这是最后决战啦。买单公司比最一战吼、哦，背水一战，非赢不可啦，用真是大。这不是陈志忠个人在参选呢。包括我的老爸，我那是欢乐家吼，我看这个我那吃袂落，困袂起啊啦。你这哪样是点名风扇嘛？这即卖唔是打高雄尔呢？可能是中北部的朋友吼，都我那拢这个来哦地中啦，讲简讯来哦地中，讲听讲高雄要甲你风扇啦，讲高雄这哪军的吼，全部是这个党兵拢伫遮啦。哦，啊，专兵调上好。哦，民进党这都全面调好，这若要利用这初选哦，若要甲陈志忠吐掉啊啦！规工话你阿咧讲一边一国，听嘛介绍呢？规工着你阿台湾主权独立国家，偌清定义调你就怀疑嘛安尼讲咧，煞袂当安尼讲一，啊偏偏着是要讲个全世界听，台湾着是主权独立国家，
台中真是大，遐南洋听爱做长音呢，是袂当讲着赶紧啊！即、這个一边一国个节目，从即个差不多两三当前开始，是袂当讲讲赶紧关门啦，是袂当讲咱着怎做袂落，啊，拢无人要听，无人要支持，吼、哦、啊！家己偏啊懵懵个，铁门拖起来，空棒拆起来，啊，怎关门？怎从此消音安尼？消音掉？即个哪个都是袂当安尼？说无当作在咧生意啊，搁当作，即卖互伊拄啊大到机会嘛，拄啊拿到即个上好的机会啊，初选民调无分党派呢，用真是大专哥用真电小讲40万人，伊早甲你抽1068支电话尔啦，内底你看国民党会占几成？上尾嘛4成、4成、5成甚至5成，一半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呢。接到电话讲地中哦，除了天落红雨啦，太阳打西边出来啦，因真的是袂当讲像我这个这民进党的这列军呢，规工咧讲这个台湾主权呢，是袂当来甲我迄个吐掉的，甲我杀灭掉的，去讲你的名、喔。所以即卖拿军也好，尤其这通派的这侵来，这是党兵吼、喔、全部集结的歌咏哦。伊这拢在串联啊，是搞你民进党初选民调的卡来处，别人拢讲无要紧哦，佮安怎其他有选人安怎讲，民进党提名拢讲无要紧，但是绝对的爱封杀掉陈志忠，就像咱隔壁区新兴前进林亚林亚要封杀相代议员嘛，一边一个连续嘛，伊当时来争取特赦平反阿扁总统做执行长，全国总干事的嘛。正面封杀消防打嘛，所以用真是大，咱也带你另外聊，前金新乡一边的，有哪个用大兄去加油一下，去吹一下就对。正面封杀的呀、啊，我这几个拢是头号战犯呢，尽管拢是大字条的就对啦。啊，三民区就封杀掉，咱国台伯啊、查孙啊、咱阿如啊嘛、地平如嘛，吼、哦，这个新人里啊参选的，因为伊阿公的因素，正面被封杀的对。有哪是正一边一国的人，所以王金是大，这不是讲吼、哦、啊，这地中去甲你白赚吼，我袂甲你骗。这外口是已经太侪进步啊啦，安尼要哪突破？要哪突破这种的，会当讲甲咱封锁掉的，唯一的是爱靠着王金是大嘛。大家人每一通电话，咱来挂掉，时间哪只对一通，对一天吼，歹、哦、势，对一天，咱暗时。去美来个电话，从6点到10点半拜托一下。迄天可能像麦西亚奇啊吼，帮地中挂一通电话，挂电话听地中，听地中就挂电话。有那听阿扁总统，听咱台湾主管的这个主体路线，这是有那太注目的，佮讲北京在咧注意啦。是袂当讲着甲阮爸仔叫你即块即块了要甲吐掉了着，互你安尼滋养一下。好，你马民转倒火以后袂出声子，这是共产党甲国民党因的这个计谋嘛。所以咱在台湾牌的朋友，咱在支持台湾，听说地中来守护阿扁总统这好朋友，咱绝对的之前来对袂当闹亏钱的。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的，这不是国人民主的问题，这是台湾的民主的问题呢，这是咧到台湾路线的问题。是要支持台湾中国一边一国，也是要支持伊哩中一个中国的中国统一的终极统一的，这是一个选择嘛？是要支持着咱台湾人要当家做主，做咱家己的主人，要用公道来决定咱的前途，也是要亲像吼？你讲要继续一直延长，啊，一直一直对，怎叫统一呢？所以这是一个选择嘛？这种意义，会离这个议员的初选。你地中所参加这个初选的民调来底来定下的意义嘛？你阁无安尼想，我该安尼解读啦。你若讲初选无过关，怎啊去予遮个哪样吐掉的时阵，一边一个不安静啊？台湾路线的这无人要支持嘛？初选都未过关的，阁讲啥？你有啥物面体皮？你阿讲啊？你当地中有啥物面体皮？你阿咧主持节目啊？赶紧回去啊！包我款款的回去困吧。用真是大打击哦！国民党嘅屁相吼，就屁相死啦！
然后去予因食，会当讲去予笑吼，就去予因的嘴暖全淹死啦。比嘴一剪，分也不可；比嘴一剪，分也不可。未来几天可能地中无法度开声，限制主持无法度因参加初选，所以今仔无得甲地中最后一工伫空中，会当甲大家呼吁加点拜托。过来来代班主持人啦。哦，当然时间会当甲你讲，啊，今仔抽到啊吼，赶紧的暗时挂电话等等。但是咧，无法度公开替地中来鼓舞，过来宣传优品吼。啊，所以你若讲去听到我的声，就表示炸煤的民调啊嘛。那炸煤民调，吼、哦，政治案民调，即间我地中我来当空中主持。所以啊，拜托大家，这最后阶段，拢做地中竞选总干事，做我的这个第一号左选员。哦，做我的宣传车，做我的这种的吼放上头啦。前阵小港区每一位朋友，拜托各家地中宣传一下，接到电话民调后礼拜吼，拜一到拜五都有可能。唯一支持陈地中，问两届两届拢爱甲讲陈地中。啊，咱遐个朋友啊，靠来服务处咧问，讲啊，我住外县市呢，住台中、住台北、新北，安尼要哪？住伫花莲、台东呢？啊，要哪甲地中，这要哪来到出力啊？啊，无住前镇小港，住前镇小港区就无一定接到民调，何况毋是前镇小港区。我讲无要紧，我讲你斗想一下，无得甲你即块地啊，你也有朋友呢，亲戚五站呢，你若讲伊个毋是直接的较远的，你着博的嘛会使呢？无得甲你以前同学里遮、同事里遮、老朋友里遮。亲戚五十牵连会到的吼，无得甲住三民区，佮牵对小港区，住伫林雅寮，牵对坚定吼，住伫凤山啊，一边也熟悉吼，伊个厝边佮安怎吼，牵来牵去，全部牵做伙，啊嘛 OK 呢。用真是大帮地中牵一下，那坚定小港区方面亲入会到的啦，联络会到的，帮我有那电话落一通吼，啊来甲拜托，讲地中来甲拜托，后礼拜拜一到拜五。那接到电话面调，你就甲讲唯一支持陈地中安尼就对，两届你再搁问十届嘛安尼甲讲啦，其他的名都唔免讲，你就讲陈地中就对。哦，爱就问讲对区，你就照实讲；问看年龄，你也照实讲。好、哦、啊，特别甲大家提醒，电话面调爱甲听完咯、哦，唔通讲啊多，这个厝内咧无用吼，啊，这个赶紧的陈地中两届讲讲的挂电话。你若无甲听完，听甲煞，听甲最后吼，伊甲你讲安尼会使啊吼，访问结束，安尼一通无算分数，有可能地中落骨去，就差你这一通哦。你看外可惜，你也接到啊，你也讲两届单地中啊，啊最后来因为电话无听了，怎啊跨死，怎啊失去这个分数，地中有可能输赢关键的只，你看这是我可惜的代志，好、哦，所以拜托听众朋友。借我几分钟吼，借地中几分钟吼，以后再用你。啊，你这个几分钟内底，你这较有耐心的吼，伊这有哪问题落落长，然后问甲做交问，你较有耐心的啊，拢甲听完啦，对头到尾拢甲听完，吼、哦，安尼咱就任务完成吼、哦，大功告成安尼。吼、哦，所以这点先甲大家用心时段，再一次报告，再一次拜托，再一次恳求。今仔是三月十五，后礼拜。拜一是十九，拜五是二三，对三月十九到三月二三，拜一到拜五之间，拢有可能抽到坚定小港，暗时就要做民调，做一工尔，无第二工哦。那伊未无接到，计工无够接毛，都做一暝尔，安尼就决生死啊啦，做一暝就决生死啦。所以拜托用心是大吼，今日去当地中去加强一下，实在足可见啦。我讲我唔真心唔真久啦，新人是够高温啦。啊，讲啊，地中算过，唔是新人，啊，咱偏啊懵懵的呢。啊，你讲古人要哪古啊？古去对啊？啊，做八个月尔，一任四年当选的，八个月就叫马英九全吐掉去哩，嘛唔真古人啊。现任的是占优势，起码拢二十年、三十年咧经营而且，啊，咱这也唔真心唔真久，是到够可怜、够可憐啦。啊，无派下讲派下到派下啦，做完要对做完啦。啊，有对一个你讲哦，做好来加持啦。你讲安尼高层顶顶，
你看人家去登记是安尼，去迄桥安尼十几个立法委员咧陪，啊，对中我这竞选干部，咱这立场地方的吼基层，不过我是感觉真公认，因为咱这是基层的力量咧陪伴地中，做比代表，咱是永远人基层徛做伙啦。你讲个总统偌大，用正义调偌大，啊，这嘛是人民，这个总统的头家是咱的老百姓选出来呢。所以，民总统无较厉害呢，是咱的乡亲是大一票一票选出来呢。啊，比总统无厉害呢，是咱的台湾人民用选票来竞出来，才啊比总统有法度执政八年呢，才有法度即摆小英总统咧变改正呢。所以是人民基层的力量较大天啦。你若讲话讲大咖大咖，我讲所有的乡亲是大，才是大大咖大大咖啦。所以地中有远相信吼。咱基层的力量上重要，所以咱永远人基层徛做伙，吼、哦，咱做伙来打赢这场的选战，包括这个初选，啊，这是一个理念，是一个价值的选择，是一个台湾路线，甲因遮中国路线统派要甲咱地中封杀，一个大决战就对。咱若要当赢，冲过关，台湾路线胜利嘛，台湾军胜利嘛。你若主要去予你初选内底，甲我这个热暗嘴哦，真正甲我触掉吼、哦，中国路线赢，中国牌赢嘛。亲像伊当年我人古阿个咧辩论，我对我咧讲的台湾军见中国军啊，台湾军见中国军啊，我唔相信咱会输啦，啊好不容易最后咱有牌赢。好、哦，所以听众朋友啊，咱在一边一个登记，始终兼话贴的吼。哦甲地中过来即个宣传一下，吼、哦，所有哩坚定小港，日本区域个当然你着厝边隔壁亲戚五十有哪个宣传，毋是哩坚定小港区个外关系嘛无要紧，牵一下吼、哦，有哪牵来牵去吼、哦，咱即个台湾小小啊尔吼，牵来牵去，大家拢亲戚，有哪大家拢朋友啦，有大坚定小港区个麻烦帮地中讲，你讲比我讲较有效呢。地中我也无完无顾，我讲较无效啦。你帮我讲安尼较有效啦。你通电话就决定讲地中是毋是我都过关。好、哦，所以拜托十二万分来个拜托吼、哦，咱即个听众朋友啊来帮地中宣传一下。好、哦、啊，即、這个啊，咱即段先讲到遮吼、哦。啊，我来先进一个工商服务，互咱拼一个经济。啊，等下等来了吼、哦，咱过来甲大家继续来报告吼。哦啊，这个工商服务专线0776180705，0776180705，多谢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这个广告的时间，地中赶快要来推荐实在个安心的优良产品：正型 Q10、正型深海鱼油、新鲜地瓜精、和平乌鸡汁。加补充钙质的钙滴者，今仔日要特别甲大家介绍是深海鱼油。深海鱼油是用深海鱼去提炼去制作，甲一般的鱼油无同款，营养价值更加高，有丰富的 Omega 3、EPA 加 DHA。真侪咱的时代拢有咧食这味，啊，而且佫拜托朋友出国爱炸转来，因为对着深海鱼的挑选，海水的水质真重要。清气的海水会当避免着咱的原料受到环境污染，所以咱的正型深海鱼油原料是特别对北欧的挪威来进口。挪威是已经到迄个北极北极圈，所以海水的水质上好，是欧洲生活水准上悬的国家。所以来做的深海鱼油是安心够保障无违规。你食到品质上好的深海鱼油，以后免阁出国去买，喷甲淡看看。正常深海鱼油一罐才两个月2200块，再来是咱的补充钙质第一选择钙滴加，钙就是钙质的钙，滴加就是维生素 D 的意思。对这个钙质的补充分几啊种，依照吸收率来讲，上好吸收是柠檬酸钙，再来则是乳酸钙、葡萄酸钙，最后是碳酸钙。咱是用上好的柠檬酸钙来制作。这款钙滴加不是一般补充钙质的产品而已，一个专工添加足侪特别的成分，亲像这边是对韩国进口的贝塔葡聚糖，啊，佮有维生素 D 佮胶原蛋白，会当增加人体对钙质的吸收，
帮助骨骼加喙齿的成长，和咱的听众朋友对骨头的补充加保养有上全面的照顾。独家研发的钙低加，一罐是120粒，钙黄金只要1200块。大人囡仔拢合用，会当用吞的，嘛会当用煲的，推荐予大家。另外三项产品嘛要介绍乡亲，正贤 Q 10原料对日本进口，一罐食2个月只要2800块。和平乌江鸡是甲乡亲与农委会技术合作，有国家级的品质甲保障的乌江鸡，一罐是3500块。新鲜地鸡精用骨只鸡鸭的基底，你袂着传统的口味，真健康佮好啉。1盒30包5400块，今麦来做文 Q 10，青海鱼油甲牛浆汁，佮送你1点的点数，满6点就加送你1罐。请卡联合服务专线：0776180705，0776180705。感恩多力，多谢。非常多谢，感恩咱乡亲时代吼啊，这个。在咱即摆一边一个现场空中进行中，那工商服务啊，即、這个有欠用吼，我那甲你拜托一下，你得卡专线，对早时9点到暗时6点吼，拢、有专人甲你服务。0776180705，0776180705，头前加07。来，咱即个地中有上三立电视台新台湾加油吼，咱的廖小军小军姐咧主持的。啊，咱个主题咧讲到即、這个对即处即个司法呢职务的法庭来判即个法官甲人性骚扰啦吼，啊当然是离谱加真正的婚礼啦吼，啊讲即、這个甲人安尼强吻啊，即、這个强即、這个甲人摸啦吼，即、這个甲人抱在一起吼，啊即、這个强吻安尼讲唔是性骚扰，吼啊即、這个当然去用美杜莎二年吼，即法官去用美杜莎二年。但是对这个问题来对，我那凸显到司法改革几个议题，包括你讲法官你安那判决，这重大案件，你上无基础哦，这个法官哦，陈志祥涉弹的法官，但法官够出来说明呢，讲了无你，大家甲骂嘛，讲了无你，大家去甲批评嘛，啊叫骂嘛，因多二年，然后有些太离谱，但是上无有这个勇气面对着咱外界甲质疑呢。人社会有咧沟通啊，起码是有去回应社会外界大家问题。啊，过去这案件咧，包括扁案咧，包括过后期部长案咧，判卖叫无罪，伊个法官有出来回应无？啊，他唔敢上评鉴啦。即卖讲法官也袂讲见小灯小气，讲啊叫即个陈志祥法官唔当去讲啊。啊，无亲像伊当时我拢如你咧开庭的时阵，叫即个杜丽萍唔当去讲啊。你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哎呦，伊刚强悍嘛，伊刚强悍，讲要叫人落来配合伊的这个笔录嘛，落来讲伊想要听的嘛。说检察官哦，见小灯受气哩，惊讲谁三公四出破，叫杜丽萍落来封口，唔当跟我讲。啊，那无做歹代志是咧惊啥？那无做歹代志是咧惊人讲啥物啦？所以讲法官也袂嘛足奇怪呢。来，永真是大张地雕的节目哦，我那来表达我的一个看法吼、哦。啊，咱这位甲听看卖啊吼，我即卖甲这个大吼甲调出来，这个部分吼、哦，咱做一个参考。来，陈兄怎么看？其实从这个司法院的新闻稿哦，其实就点出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哦。刚刚这个刘委员、刘法官哦，他说法院基本上有设发言人哦，行政庭长对外发言等等，但是从这个司法院好、哦、的这个已经是最高层级的新闻稿。请问他有回应了这几天大家在讨论的大家所提出的这个质疑，请问司法院有回答吗？许院长有回答吗？大家在讨论的是说这个职务法庭应该是由工程会的委员长担任审判长，今天为什么不是委员长来当，是另外一个人来当，而这一个人又那么刚好是跟这一个、哦、当事者陈鸿斌法官是这个900多个案件都一起来审理的，大家在质疑的是这一点啊，大家在问的是说为什么这个职务法庭的组成既然是一个性骚扰性平的案件，那居然在这一个5个法官里面性别的组成比例是不平等的、哦、是不平衡的、哦、这个法官的组成法庭的组成很重要，与这几集的程序正义嘛，这个让我们想起说当年台北地方法院在抽法官的时候
是不是违反法定法官原则。一般来讲都是大案并小案，后案并前案，所以照道理应该是由后案所抽到的周占春法官来并前案的这个蔡守训法官，是，但是后来为什么变成说由蔡守训来并掉了周占春的案子，然后就马上进行后面一连串的，好，但今天大家在讨论很多的不正义的这个事情，所以没有程序正义，也没有后来的实质正义嘛。所以今天司法院应该要来回应大家的问题是说，到底这个职务法庭的组成是不是合规定的，是不是合法的，还是阿北来的？哦，所以我讲今天有这个案件其实真好，不是歹代志，好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职务法庭这样子搞，原来法官在判案的时候，在审判的时候。虽然说不是在判有罪无罪，是在判说是认不是认，那居然法官他的脑袋是这样子在想，他的思维跟他的判断是这样，其实也让我们大吃一惊呢。所以今天法官协会的反应我觉得很好笑，哦，没穿衣服是国王啊，给他是法官呐，而且这个囡仔可能是迄个上细汉的迄、那个，更不是大妹。哎，哦，所以这个法官协会是安怎？咱台湾话咧讲的，见小当受气嘛。今仔日司改会议开了那么久。到底开出什么成绩，在这个案子里面就是完全破功啊嘛，包括人大家在讲的法官退场机制，司法官的退场机制，从司改会议第一天就说不用讨论，不能讨论，那这个国事会要开什么？第二个，刚刚姚老师也点出来，包括像说是不是要外律他律，有所谓说好你这个司法院主张参审制度啦，公北当用陪审团，今天这个案子里面如果有陪审团，有民间陪审团来审判，会做出这种判决吗？会做出这么离谱的判决吗？结果司法院的理由是什么？他说我去调查这些法官，大家法官哦，从一审到二审到最高审都说哦，陪审团这个制度不好，这应用到法官哦他的一个这个职权等等。陪审团是要监督法官的，是要改革司法的。你今天去问这些现任法官的意见。啊，你不是恰规的客户，都他个派去说，所以这个就是司法现在的问题。为什么会官官相护？为什么他的判决会离这个人民他的法律感情那么遥远？哦，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检讨。还有个问题，大家一直在提，你说这个是一级一审，无得个凶手，无得救济。啊，你挂公所记得郭瑶琪前交通部长、检察总长提出非常上诉，到最高法院之后，最近驳回了嘛？请问最高法院有出来说他的新政吗？没有那个茶叶罐，没有2万块美金，这个业者也没有投标，什么都没有，啊，你也当该破背你这个定验，然后今天检察总长提出非常上诉，你把它驳回，没有看到任何的说明。那这样的今天如果有一个法官像陈志祥这样出来讲他的新政，那有什么不好？我们很想问蔡守训啊，你当初用实质影响力，你有没有出来说你的新政？我也很想问判马英九前总统泄密无罪的，黄世敏都有罪的，马英九无罪，那个姓唐的唐法官用所谓宪法第44条院际调解权来说，这个总统可以跟检察总长一起来这个违法监听来串供，有院际调解权。你有出来公立的新政不？你给他去那个司法节，你要演这个讽刺剧的，说这个在讽刺这个案件的。请问那些检察官、那些法官有没有出来说你的新政？我们也想问林义士的案件的法官呐、啊，你说林义士收6300万、8300万，是因为伊的人际关系好，伊做人好，不是因为做行政的秘书长，所以这个无实质影响力，没有职务关系。这样的判决你们可以接受吗？那个法官有出来说他的新政吗？所以这个花你也二叔啊，然后也没让他乖离他底下的王国嘛。是蔡总统也讲了，这个法官不语不合现在民主社会嘛。是法院应该多跟社会沟通，而且要说出你的论述、你的理由，可以来让大家来接受。我想这才是台湾的司法要改革要进步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好，哦，多谢永清喜多哈。啊，这是地中我早梅的咱的这个三立吼、哦、新台湾加油的节目啊，对着司法哦，这改革这块吼，我有那表达我个人我的看法浅见啦吼，和、哦、大家用真实大做参考。那讲到有这个视卡差不足的所在，我那拜托大家吼、哦，啊，咱这口音电话开放中，我那甲地中补充吼，甲、哦、我记得一个07761八口一八哦，7618018啦。我咧讲个啊，啊你即个判林律师无做伊个法官，林律师这是众人知影个呢。
收6,380,000、8,380,000，收到个离迄个因家后埕后埕迄个溪底啊来去唱美金，啊因老婆个离迄个啊迄个做新兵队迄个金楼了收美金，啊这证据才清楚，讲判无罪。啊迄个法官是安怎判？啊迄个何义庭是安怎新政的？无嘛出来讲，互咱批判一下。马英九啥物无罪，黄世民有罪。讲马英九迄是去讲监听的是做宪法落去特权啦，你甲听几句啦？即种的法官毋得出来讲，互咱批判一下。蔡秀文呢，判马英九特别会无罪咧，迄种的理由。用迄个做宋朝公使前，讲打水口立论啦、杀小啦、吼、杀回即种，啊，你唔出来讲，互咱批判一下。甲国务机部长非常上诉驳回，国部长案件是大家通人知影，是一个冤枉的案呢。包括小英总统嘛，公开咧声援呢，讲这个完全离谱的。啊，你最高法院会当咧劈一声，甲人驳回，请问有出来讲伊的理由嘛？阿比总统的龙潭案，抓头无名，抓配无名，用实际影响咱硬要骨锐，硬要判罪，用真实大，提出再信，新属性、新证据，包括高中拢作为证的这，这本来就是一个新证据嘛。啊，这这里明显，感官高定法呢嘛是甲别案再审驳回啊。请问你有听到伊的理由吗？有说交代理由，有交代理由吗？有对着社会的说明吗？岳峰如走去日本，去人这个辜仲亮通缉犯，你遐咧讲条件，伫漳州特地调查岳峰如，讲这无代志，这无违法，全甲清洁掉。用真是大，这个检察官有出来讲伊的新政吗？有讲理由吗？你会当接受吗？说今仔日你讲有法官出来讲，讲了是你会接受未接受？迄一回事，听袂落，咱照常甲炮轰，照常甲烧。啊！但是伊出来讲是好代志，这不是歹代志呢。总比以前即个看，遮哩重大的这案件，遮哩多这种不公不义、冤枉的代志，法官有出来讲话吗？你安怎甲骂？安怎甲质疑？安怎咧甲伊请教？伊讲咧插小你，就无咧插小你啦。蔡秀文同款，一件判无罪，一件判无期徒刑的，世间有这种判法？你安怎甲讲，伊都无咧插潲你啦，照常阁升官去高等法院啦。安尼有司法救吗？即种的司法是蔡总统要做的司法改革吗？所以用真是大，这实在哦。愈讲真正是风火愈大啦，但是无阿多，阿现主席状况安尼，哦，所以咱不，即个也是有人咧讲，啊，真正来选票特工多安尼。来，阿先说，我那宣传一下吼。咱这个因为后礼拜就要民调啊，吼、哦！你这个啊，我活动也袂当办进，所以咱伫服务处吼，竞选总部遮伫这个拜六啊，今仔15嘛，吼、哦！这个后日啊，3月17，拜六的暗时6:30，吼、哦！咱这个温暖挺正义，吼、哦！有那是陈志忠的挺陈其迈，吼、哦！算咱这坚定小港区总区的后援会、后援大会，吼、哦！做世大会啦。有哪里？咱这个拜六哦，的后日暗时6:30，离咱这个坚定区里亚内路76号县德宫啦。伊当时我咧接区啊个里亚辩论，台湾国要消灭中国军的所在啦。县德宫哦，庙埕吼，咱即卖有哪家，甲这个庙方申请有哪通过吼、哦？拜六暗时6:30，有哪邀请到咱的陈其迈委员，未来的高雄市长吼，其迈市长。哦，有咱来甲咱演讲哦，因为这算作是咱坚定小港，大家用心是大。一方面啊，天气调好，选人单机麦，哦，啊来这个吼，看成单地中选议员，哦，咱这个做世大会，有来邀请到咱大家所喜爱、尊敬国台北地新州议员吼，有来拨卡来现场演讲。拜托大家吼，我那这个吼，厝边隔壁小姐一个总动员，拜六个暗时。6:30，离咱坚定区里亚内路县德宫，里亚内路县德宫吼，做吹啦吼，即有那地方的信用的中心县德宫做名的，大家来遐甲德宫啊，即、這个做一个光彩，增加一个光彩，增加人气一个，无时搞遐通牌拢走来去无，吼、哦，咱也无好即个标定，有那好得较满的吼，有那是即个人气较好的，就大家甲咱笑得笑死啦。啊！我老爸有哪咧烦恼？
伊讲啊，特别后生咧选，啊老爸选无来关心一下，即摆法务部就搁伫遐安尼吼，啊，我那意见规大摊啦吼，迄阵啊马英九马政委当时伊个罗英雪咧做，讲啊，若是恁厝内咧参选吼，左选嘛是人之常情，迄是无要紧啦吼，啊，即摆就看即个柯泰山部长啊是。去部长不如为了罗英雪吗？我嘛唔相信你安尼呢，哦，还是讲蔡政府也不如马政府，哦，我相信嘛不至于吧。来，今麦咱先甲进一个广告，等一个等下现场，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这个广告的时间，地中要特别甲大家来介绍这个 Q10 甲咱的地结晶。Q10 是咱的身体内底帮助这个细胞产生着能量、增强气力非常重要的元素。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讲年岁愈来愈大的时阵，咱体内来制作 Q10 的功能会愈来愈慢 ，Q10 会愈来愈少。到50岁的时阵，差不多剩50%。而且因为环境的污染，也是讲毒素，也是讲食薰这种的因素来造成 Q10 的减少，所以补充 Q10 非常重要。别行卖讲，你伫市面上看到真侪女性朋友的保养品，抹面的啦、抹身躯的，拢会特别添加着 Q 弹这个成分，这个是 Q 弹的价值。你国外是大家唱甲无会哦，所以咱们进行 Q 弹，原料对日本进口，独家添加着卵磷脂、葡萄籽萃取物、绿茶萃取物、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E。特别照着我部每一天建议补充的分量去制作，一罐吃2个月只要2800块。啊，还有地基精，大家拢知影，无论是破病开刀了要复原啦，妇女做月来，老大人要顾元气，小朋友这个生长期吼啊需要着营养，地基精拢是恢复你的体力、补充元气上好的选择。咱的新鲜地基精是真真正正用几只鸡仔落去滴。经过着高压高温的杀菌以后，用独家改良真空无菌的包装技术，会当常温来保存，未变质。佮经过着 SGS 的检验，有17种丰富的氨基酸、零脂肪、零胆固醇、无加糖、低钠佮低热量，互咱的黄金时段里面，家己炖7-8点钟，就当食着天然佮健康的地鸡精。地鸡精的时阵，温度小更加好啉。新鲜地瓜精1盒395400块，起来上路嘛是足大单，非常的澎湃。另外，咱阁有3项产品：正贤深海鱼油，原料对北澳的农会来进口的，这是高单位深海鱼油，1罐2个月分2200块，和平谷种子甲行政院农委会技术合作，有国家级的品质甲保障，1罐3500块。补充钙质的钙滴加，用上好的柠檬酸钙制作，佮添加对韩国进口的贝塔葡聚糖、维生素 D 甲胶原蛋白，独家的配方，1罐120粒是1200块。以上5项的产品效果拢无同，推荐予大家。即卖来做文 Q10 深海鱼油甲牛樟子，佮送你1点的点数，满6点加送你1罐，请卡联合服务专线0776180705，0776180705，多谢。非常多谢咱的黄金时段吼，啊，有可能明仔载开始，咱这个初选的规定，啊，后礼拜拜一到拜五就要做民调哦，吼，咱这段时间以来，咱一个黄金时段咧关心，讲啊，定时要做民调，吼，地中定时要做民调，赶紧甲阮讲哦。地中里家的家里来报告吼，后礼拜拜一到拜五哦，拜一到拜五，这五天内底拢有可能哦。随时那早时抽到，暗时就家里调啊啦，吼、哦，早时抽到，暗时就家里调。所以麻烦一个后礼拜吼、哦，这拜一到拜五吼爱、哦、固定位，吼、哦，停地中固定位，固定位停地中。啊，所以这个有可能地中的空中无得主持，吼、哦，咱来代班主持人。所以你家我那先甲大家宣传一下。吼、哦，这个对一讲来做民调吼，代班主持人会当讲，迄是无要紧，但是可能无啊多啊，这宣传较做详细吼，啊，这拢有一挂规定伫遐。所以你拜六暗时即场咱大场的吼、哦，拜托乡亲时代来参加一下，有哪甲地中吼、哦，啊，包括我的老爸阿扁总统吼，伊、哦、这
就有啦吼，来关心家己后生，我看嘛是应该的吧。吼，温暖挺正义吼，但地中挺单机卖这个坚定小港区吼，啊，这个澳湾、澳湾中会吼，大会暗会，三月十七拜六暗时六点半，离咱的江山啊，离啊来多交界所在现德中，离啊来到七十六号迄个庙埕遐吼，啊，你着到遮着快到。迄当时我要来。啊，人看我个辩论，迄东西就是照你家啦吼，现得讲。所以你暗时拜六暗时六点半开始吼，嘛、哦、邀请到咱的单机麦市长，未来咱的高雄市长单机麦立委现场来甲地中加持一下吼、哦，来甲咱这个做一个演讲。个咱的地新竹议员郭台伯啊，新竹伯啊，你拜六暗时六点半，你啊来坚定，你啊来现得讲，我那会甲大家来吼。哦啊，发表演讲，所以地中里家吼啊，先困甲你邀请，咱里即个吼各部落家吼，坚定小讲啊，我那来做伙，会当甲地中阁鼓励一下吼、哦、啊，咱温暖挺正义，挺正义即个价值，嘛来挺正义温暖的单机麦，咱未来的市场。来，即、这个最后一辈刚上，咱阁甲听一下吼、哦、啊，即、这个。我那个宣传啦吼，重要就是后礼拜拜一到拜五，后礼拜拜一到拜五，咱要来做民调，非常紧张吼。实在你讲无压力是骗人的啦，讲袂紧张，我那是好笑的吼。实在是足紧张啦，因为我这是阿伯家现任吼，啊现任的人较稳啦吼，啊新人是啊，这有派系有这种的国会动力支持，咱拢无啦。啊，所以地中只有我可用心时段，所以你讲袂紧张是骗人。未烦恼，我那骗人无压力吼，啊，这是我那无可能的代志。咱这是比水一战吼，背水一战，非也不可呢，非也不可。这也无退路啊啦！你都向后边看无退路，台湾出退路，选这条路到退路嘞，台湾的国家路到退路嘞。只有咱就是要用钱行尔嘛，只有咱就是要继续拍拼落尔嘛。台湾人诶，这种的未来，台湾人的命运，正暗伫咱家己手中啊！这无退路的啦，人地中参选同款，这无退路的啦。只有就是向前行，全力甲冲得着。啊，所以拜托咱各位好朋友啊，甲地中过来，互咱斗吼啊，扶持一下吼，甲、啊、我来斗收听一下吼，甲、啊、你拜托，感恩你哦。现在是广告的时间，感谢所有准时收听的乡亲时段。要一通打电话进来，咱0776180075服务专线的电话，咱和地中的新光头非常的温暖。虽然咱的成绩还不是真理想，但是我会加强打拼，和咱的节目每一天拢会当继续放送，就是和支持台湾的声音，平反陈总统的力量会当继续来壮大。地中知影真侪乡亲时段无气焰。拢甲我当作是家己的后生孙啊，安尼来疼惜。弟弟嘛是甲咱姐姐长辈当作是家己的世代共款。咱家己厝内食啥物，弟弟共款推荐啥物，包括咱的正常 Q 片、深海鱼油、和平牛樟芝、新鲜地瓜精，以及着钙滴加这五种的产品，咱家己的厝内嘛拢有食。效果无共款，是特别挑选现代人比较较欠缺的部分去做研发。会当照着每一个人无同款的体质甲需要来做补充，就是希望咱的乡亲时代身体会当愈来愈勇健，健康食百字。Q10 是英文名，是咱身体内底一种关键的元素。但是年纪愈大的时阵，体内 Q10 会愈来愈少，所以就要特别注意甲补充。而且咱的正常 Q10 的原料是特别对专门来做 Q10 的日本进口，佮添加会当增加皮肤佮血球健康的维生素 E， 一罐食两个月只要2800元。正常高单位深海鱼油原料嘛是特别挑选，对全世界水质上清气，唔免烦恼受到污染的北欧的挪威来进口，是高单位的深海鱼油，唔是普通的鱼油，有丰富的 EPA 加 DHA， 一罐是2200元。这款是台湾的国宝，台湾才有生产，外国人有钱嘛买袂到和平牛樟芝，
是真真正正用牛樟脂的脂饲体，规大粒的牛樟脂来提炼制作，加行政院农委会技术合作，会当讲是国家级、总统级的好产品，一盒只要3500块。第四样是咱的新鲜地鸡精，唔是一般玻璃干那装的迄种鸡精，是真正用骨只鸡仔要去滴的地鸡精，有阿妈的口味，佮会当补充元气，健康佮好啉，一盒30包5400块。最后是咱的钙滴加，用上好吸收的柠檬酸钙来制作，佮加上会当调整胃肠功能，对韩国进口的贝塔葡聚糖，会当增加你的钙质吸收，帮助你的骨骼生长的维生素 D。啊，佮有胶原蛋白，对钙质的补充是真有效。一罐120粒，到黄金只要1200块。以上五项的产品，因为广告时间有限，无法多详细介绍。若有需要，可咱的服务专线0776180075，0776180075。感恩，多谢。多谢永清时代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吼，咱后礼拜就要民调啊，非常重要，所以讲三解。后礼拜拜一到拜五就要做吼，咱的议员的民调。后礼拜的拜一到拜五就要做地中这回初选的民调。前阵小港区对一天吼，东港早市才知影，咱赶紧伫空中节目甲大家报告。拜一到拜五拢有可能。时候接到民调电话，伊会问两届你要支持啥？麻烦你拢甲讲支持陈志忠，唯一支持陈志忠。啊，电话一定要听完哦，听甲对方讲已经结束啊，甲你多谢，甲你感恩，你才会当甲这个电话挂掉。吼、哦，啊，咱只有来提悬唯一支持的分数，才会当来突破，才会通派拿赢中国派对着志忠的方式。再次感谢，好，咱后回再会，感。